正义的存在，那是因为人性本恶。人一生下来就带着罪恶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他的目的就是因为要从人生的过程中学习压制罪恶。赵学习，站住！ 大家都很同情你的遭遇，等我出来后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你。你忘了吗？你还在催眠状态，这个世界是由我来主导。 人不是天生罪恶的，我们是受到很多后天的外来影响才会产生罪恶的念头。所以人生的目的就是找回原本的自己，善良的自己。